今天呢，我们要从雅各书的第一章来看起。雅各书呢，可以说是呢新约的这个箴言啊，旧约有箴言，新约的箴言呢，大概可以说就是雅各书。雅各呢是耶稣的兄弟啊，主耶稣的兄弟，他所写的，那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呢是重要的一个支柱啊，他是一个柱石，他在那边呢是带领了整个教会来往前。他写的这个雅各书呢，对当时的教会，其实到如今仍旧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。雅各书呢，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呢，是跟智慧有关系的。智慧呢，我要跟你做一个区隔，智慧呢跟聪明呢，不是同一件事情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智慧就是等于跟知识呢画上等号，也就是说一个人呢非常有知识，他就是有智慧的。其实呢不然。我要跟你分享，一开始我要跟你做一个定义，什么叫做智慧呢？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需要某种程度的知识，但是并不是很有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中间是有差别的。所以呢，智慧是什么呢？智慧乃是一个人他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知识，也就是资讯之后呢，他要知道怎么样子来使用他所拥有的这个知识，而且运用在他的环境里面，运用在他的生命里。那这个运用呢，你怎么样使用它呢？牵扯到说你可不可以辨明是非，你有没有一个 discernment，你有没有办法辨明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？那知道对跟错，你才可以下判断。你知道很多人他可以下判断，他可能算是有聪明，他可以做很多的一个决定，而且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不错的一些的结果。但是呢，当他没有一个智慧，他没有真正的可以明白对跟错的时候，他虽然就是有这些聪明可以下判断，可能看起来是非常有效果的，但是至终来讲人就是错误的。那智慧呢，是需要知道一些事情，你需要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，你是需要对事情有对错的一个看法。那在现今的时代里面呢，在现在的流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里，主流文化里已经不大有对错的这个概念，人们认为对错都是相对的，所以呢，所有的人呢，其实呢都是无所适从，不晓得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，哪一个是对的，大家都在寻找，也就是后来就是完全是凭着感觉，我觉得是对的，它就是对的，我觉得它是错的，就是错的。但是每一个人对对错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。那我今天在这边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真正的对错，你对一件事情真实的价值观是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是从认识神开始。你不认识他，神呢基本上就是智慧的源头，或就是智慧的本身了。一个人真实的要有智慧的话呢，他其实需要认识神。这是为什么在箴言里面讲说敬畏耶和华啊，乃是智慧的开端的原因是这个样子。你不认识他，其实呢你对所有事物的看法呢都是不准确的，甚至我要讲他是有偏差的，它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呢是对你是不利的一件事情。那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看雅各书第一章之前呢，我先跟你看一段是在雅各书第三章。这边怎么说呢？雅各书第三章它给你做一个区别啊，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三章的第十三节。这边说，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，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、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十七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有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
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各位，这边有讲到，这边雅各在讲说，有从天上来的智慧和地上的智慧是属鬼魔的，是属于情欲的。各位，你是否明白雅各在给我们定义的时候就说他有分别的智慧，有分别的，他的分别是在哪里呢？是根据他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嘛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些人可能有聪明，我稍微把聪明跟智慧做一个区隔，有智慧的人是有聪明，有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。聪明的人他可能会做一些判断，他会下一些的这些的使用的方式，或者是他下一些的定论，最后是你要看他结出来是什么果子嘛。他最后有些人他号称他很有聪明，他很会做事，但是最后结出来的是纷争，是嫉妒，他结出来的果子呢不是善的，这样不叫做有智慧啊。所以你看到说第十七到第十八节，雅各在这边特别定义，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的，它是干净的，它是干净，它从上面来的，而且呢，结出后面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，或者是它最后因为和平，或者是在第十八节说栽种出来的是义果，它结出善来，它结出义来。各位，很多你可能没有去这样子思想，但是我要跟你分享，这非常的关键，它中间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差别，从上面来的跟从地上来的。特别在跟你讲，从地上来的呢，它非常有可能是情欲的，或者是从鬼魔来的。不要因为有一些的小聪明，你就认为你什么都懂，其实不然的。所以今天要跟你分享，智慧从神来的，从上头来的。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，那今天呢，从第一章呢就要给你做一些的例子，就是说呢，当你有智慧，有从神来的智慧，其实从神来的智慧是怎么样子呢？你需要认识他，你越多的来认识这位神，你越多的认识他，你越多的可以有智慧，可以下判断。但是呢，你蛮需要承认一件事情，在我一开始在讲第一章的时候，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，其实啊，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缺少智慧。我觉得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自以为聪明，就自以为就说我什么都懂，我一切都 OK 的。真的，我要告诉你，不然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缺少智慧的。那我蛮喜欢雅各书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在呢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，第一章第五节是我最常用的一个祷告。我从刚认识主没多久，我看到这一段经文之后，我心里面呢得到很大的一个感动。我大概最多的祷告，最常祷告的一段经文就是这一段。他怎么说呢？第五节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必赐给他。再念一遍，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我小的时候呢就出国去求学，我是一个小留学生，13岁的时候就到美国去了，就一个人。那其实呢，那时候真的是无依无靠，但是感谢主，他让我一出国的时候就认识了他。我在出国的第一年就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。但是呢，我常常觉得很多事情呢都不晓得该怎么办，不晓得该怎么做，父母也不在身边，其实呢旁边有的很少。但是那时候我认识了主之后，他带给我极大的一个安慰。我常常祷告，那时候十几岁，我懂什么？我不懂，考试呢也怕考不好，很多事情也不晓得该怎么处理。你知道我常常最常迫切祷告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常常跪在主的面前，
我常常跪在主的面前，趴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需要有智慧啊。你说中间有缺少智慧了，我缺少智慧啊。各位，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我聪明，所以要承认没有智慧呢，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主啊，我没有智慧。你说要求那厚赐于众人，没有智慧向你求嘛，没有智慧就向你求嘛，因为你是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必赐给他的意思。这段经文我从以前就紧紧的抓住，我对圣经 我也不是传道人，我懂什么？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就紧紧的抓住这一句话，向你求智慧你必定要赐给他，主必赐给他，主必赐给他。所以我就说，主啊，我几乎祷告，有时候一天祷告很多次，主啊，我缺少智慧。你说向你求，你必定赐给他，你必定赐给我。这么多年来，那时候才80年代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真的认为神不断地垂听这个祷告，直到如今，这也是我最常求的，主啊，我需要有智慧来做判断。神实在是恩待我，神怜悯我，常常把智慧赏赐给我，以至于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做，那件事情该怎么做。这不是从我来的，我认为是因为祷告神所赐给我的。也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，我们真的需要从天上来的智慧。我真的是鼓励你一件事情，当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时候，今天来看雅各书第一章，但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向主来祷告，主啊，将智慧，天上的智慧赏赐给我，你要我向你求，我们大大的向你求，主你也必定赐给我们，阿们，是吧，阿们。你现在就可以祷告，你现在就可以求，甚至你还不是基督徒的，我都可以鼓励你向他求，现在就向他祷告。真的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你需要认识他，生命里面真的需要有这位主。你还不认识他的话，我不是生下来就是基督徒，我们也不是基督教的家庭，我是后来才认识他的。有了主之后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我鼓励你真的向他祷告，尤其是在我们当中的，你现在在看这个信息的，尤其是你特别认为自己特别有智慧的，请你务必要小心，跟你想象的不一样。今天从雅各书的第一章就来看， 我拿三件事情，从三个不同的角度，就三件事情来看，神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呢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看待事情的看法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以至于我们最后下的结论，我们做的决定呢也是不同的。我们来看三件事情，从三个角度来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就从第一章第一节来看起。前面是这个雅各的问候，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啊，就一开始就一个问安，是对犹太人来写的。那时候因为受逼迫，很多人都逃离了。第二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然后呢，第四节说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然后再跳到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说呢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所以你来看哦，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以为是，这边讲说大喜乐哦，第二节说是大喜乐，第十二节说忍受试探是有福的。各位啊，试探或者是前面讲的试炼，同样的一个字，来，请你注意我哈，这个是非常
奇特的一件事情，很多人读圣经就把它跳过去了。你仔细去思想，谁喜欢试炼？其实大部分的人是害怕试炼，害怕试探，害怕这一些事情。其实我们想尽办法要躲避它，逃避它，不要面对这一些的试炼，因为我们认为试炼呢是不好的。但是雅各在这边呢，非常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试炼第一个是有福的，而且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。而且前面想说落在百般的试炼之中，要认为是大喜乐，这到底在讲什么？这什么事情？各位，你不觉得这跟我们一般的看法呢是不一样吗？第二节说这试炼跟喜乐，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跟喜乐还是大喜乐，这不是很冲突的一件事情，很矛盾的一件事吗？在2020前2019，其实呢，当世界正在如火如荼的进展当中的时候，在发展的时候，人们呢非常有一定的一个生活模式，他大概觉得就是说世界大概就是如此的一个运作，我们总觉得可以掌握，很多人都觉得我要掌握这个世界整个一个脉络跟方向，那我知道怎么样子管理我自己，管理我的人生，然后配合整个世界的这个运作里面呢，希望过一个美好顺遂的一个人生。但是没有错哈，2020之后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，它完全的打乱了这个世界。这个对许多人来讲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试炼。那我在不同的讲道都讲到过，在主再来之前，这只是灾难的起头，也就是试炼的起头，还不是大灾难哦，这都是只是灾难的起头。对很多人呢，已经吃不消受不了，甚至觉得人生走不下去，因为对未来是未知的，未来本来就是未知的嘛。但是我们已经太习惯，太安舒在我们所习惯的环境跟一切的当中，我们认为未来是可掌握的，我有把握的。圣经里面一直在讲，雅各书后面会告诉你，你明天要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讲了这么有自信干什么呢？事实上，不要说明年的计划，明天不一定知道嘛。但是这边讲说大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他要讲一个概念。今天从智慧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呢，一个人喜乐不是根据他的环境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希望你能听清楚，听得明白。我们大部分人，我快不快乐，我喜不喜乐，是根据顺不顺利，有没有按照我计划来发生，环境好不好，我要有这些的要素，一切都是根据我所期待的发生的时候，跟我计划的一样的时候，哈哈，我喜乐，嘿嘿。但事实不然，所以我们一直受这些人事物影响，这个要按照我要的，你要这个人要按照我一样的发生情况，环境都要按照我所计划的发生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这边不顺那边不顺，我总是很纠结，我心里面难过，我一直祷告希望你能改变，他能改变，所有在外在都要改变，按照我所要的改变好之后，我才会喜乐。No， 喜乐是从神来的。这位神在哪里？在我的里面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从来不离开我们，也不撇下我们。凡是受洗归入基督名下，成为他儿女的，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他一直都在，而且他是我喜乐的源头，平安才能带来喜乐。我里面有他同在，我就有平安。这个人没有按照我计划发生，这个环境也不是我所计划的，我所想要的，但是 you know what？这个神不改变，一直在我里面，哎，所以我可以一直源源不断的有平安，我不恐惧，也不害怕。很多人很害怕面对试炼，
我大概3年半的一个时间都在操练禁食，那不是整天完全禁，但是呢，可能我一天吃3餐，我可以变成吃2餐，或者是吃的1餐，就是呢，我不希望食物是为我效力的，我不是活着为着食物的。各位，我不晓得，我今天不是要来讲禁食，所以我只快速讲一下，也就是我操练自律，也就是节制，在面对食物这件事情上面。所以呢，食物有些就是我每一天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吃这些食物，不吃的话，我觉得今天是不对的，我人生没有办法进行下去。但是当我开始借着操练禁食，在面对食物这件事情上面，食物对我不再控制的时候，我举个例子，当有一天你可能环境里面食物不是那么多的时候，但因为我长时间在控制，或者是在节制，或者是在操练怎么看待食物，怎么使用食物来对我效力，而不是我不是来服侍食物的。当如果真的有一天食物不多的时候，或是缺乏的时候，你是否明白我不会害怕它？也就是呢，很多人可能怕说碰到地上，地上会脏啊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如果你习惯，我普通就习惯在地上来运作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真的要在地上的时候，没有那么恐怖的一件事情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。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啊，所以我不喜欢运动，虽然我以前是练武的，但是呢还算蛮懒的啊。那当然是跟工作常常有很大的一个压力，而且总是很疲累。但是我大概3年半之前，因为我儿子们都喜欢运动，就一直推着我说去运动，来，我带着你一起去运动。我有系统的持续不断的至少3年半，这个我这一辈子大概除了小的时候因为要练武不断的被强迫练之外，大概我从大学之后就没有再这样子这么有持续性的在运动。但是这3年半不断的在运动，在健身房做各式各样的一个运动之后呢，各位啊，我不是那么喜欢啊，尤其是在做一些运动，有时候是非常的吃力，是要咬着牙要忍耐，然后呢持续不断，今天做完了明天还要啊，这是一个 discipline，它是一个自律，它是一个自我的一个要求。也就是什么呢，你要习惯让你的身体呢，它不是总是处在一个非常安逸舒服的一个状态，它需要有挑战，它需要有强度，它需要有压力压迫它，它才会健康的。也就是我要说什么呢，你如果习惯让你身体处在一个面对挑战强度的一个环境的时候，有一天可能试炼里面需要你去面对一些比较困难，对身体是一种压力的时候，你承担得起，你不会恐惧也不会害怕的。我想跟你表达的是什么呢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试炼呢是躲不掉的，因为呢这不是我们可控的。有谁可以控制这个新冠的一个疫情呢？全世界在他所有的科技跟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，21世纪多么的一个发达，一个病毒挡不掉就是挡不掉，你挡了它又变，挡了又变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情，与其一直要去控制它，你是不是先学习怎么控制我自己？所以当雅各讲，他就说呢，百般的试炼中人就可以大喜乐。Yes, 因为呢，你不认识这位神，你没有神在你里面有平安，你绝对会下错的一个判断，因为恐惧害怕常常要在为自己预备，好像环境在你的掌控范围里一样。这是很多人呢他一个极大的一个误会啊，都认为一切都可以在我的掌控里面，按照我的安排来进行。各位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只有那掌控万物的神可以掌控这一切，而这位神在我们的里面。阿们。你需要的是从他来的平安，
你需要的不是总是依靠外面的环境。这只是一个例子，再给你看一个例子好不好？这个例子呢，怎么讲呢，可能呢不是那么好听，但是呢麻烦你跟我们看一下好不好。第九节说什么呢？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灭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你看哦，这几节，第九节开始这边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一段的经文。他说什么呢？卑微的弟兄身高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。我们可以了解啊，卑微的变成身高，或者是卑微的贫穷的变为富足的，要为他快乐嘛。那富足的降卑，或者也就是说这个富足的变为贫穷的，这有什么好喜乐的呢？所以你就了解圣经里面神的角度在看待事情跟我们不一样。所以雅各在这边呢做了一个解释，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那个解释。他的解释是说什么呢？他这边就是在第十节，他讲说因为他必要过去。我认为这边必要过去的是什么呢？听哦，身高跟降卑都会过去的。他做一个比喻，就像说草上的花一样。你看草上，你看那个这个草坪里面，草地里，你喜欢草地，我喜欢草地，它会有这个有小花，有时候看起来哇好漂亮，但是它后面讲说什么呢？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消灭了。也就是它一下有，它一下就没有。他说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，也就是呢在世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永久的。贫穷不代表你永远都会贫穷，你有富足的一天呢。富足了呢又怎么样呢？也不代表你永远都富足，你有可能是贫穷的，就像草上的花一样，它可能出现一下它就没了。也就是贫穷也有可能出现一下就没有，也有意思就是富足的出现一下它就没有，就是呢它不会一直都是如此的。所以你贫穷不要太难过，你富足不要太开心了，因为我们都认为它是直到永远的。我们很多人呢人生呢，他感觉到是不是安稳的、安妥的，是不是平安，是不是喜乐，是在于他拥有有多少。你知道这一阵子来啊，我听到不同的一个见证都在讲，尤其是那富足的人，他拥有一切，其实我觉得很困难不这个样子。当你什么都有，一切都觉得说哎，我灵魂稳妥，我一切都安舒的时候，他突如其来的事情常常遇到的人是这样，他突然身体出了状况，他就发现医生帮不了我。因为我有一些我认识的弟兄们就跟我讲，我有这一切的资源，救不了我的最亲的人，救不了我的身体，但我这一切的资源，我累积了一辈子，有可能我一下子我明天就要走了，那这些要干嘛呢？很难想象，尤其是对贫穷或是不富足人来讲，或是我不认同，我认为我人就是要富足。对富足人来讲也不认同，就说你不能明白了解富足的一个重要性。我不是说富足是不好的，请你不要误会我，我只是要告诉你它 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。但是你的稳妥，也就是你的安全感，到底是放在哪里，是建立在哪一个的身上？有些人可能在冠状病毒的时候他突然得病，
他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生命不在我的掌控里，也不在我的安排里。这是为什么这一两年里面，很多人都活在恐惧里面，尤其是那些习惯一切都按照他一切规划跟安排的人来说，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，因为现在太多的事情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内，所以呢，他哪里也不敢去，哪里也害怕，到处在想，他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焦虑。但是我要跟你讲，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人生。你要相信，我们不能掌握这一切，但是我再讲一遍，在我里面的主是掌管所有的万有的这位主，他在我的里面，他赐给我平安。也就是当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，人生不要把你的根基建立在你拥有什么或者是没有什么，而是把你的人生建立或是把根基建立在神他自己的身上，你才有真实的平安，你才能真正的不恐惧跟害怕。我不是说面对病毒危险的你就傻傻的一直去，而是呢，真的要去的话，我不会恐惧跟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我的里面。圣经里面有许多神所重用的人是非常的富足的，但是他都明白一件事情，神所给的一切的富足跟丰盛是为了让他把它拿来成为多人的帮助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他只是一个流通的管道。你如果认为神给你的一切的富足跟祝福只是为了你，你误会可大的了。我们常想就是这些的富足只是要给我的孩子。我今天主要不是要讲这个，我就是讲智慧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我只是要跟各位讲，跟你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。如果你真实的认识他，你愿意相信他，他是乐意赏赐给我们的主，他乐意赏赐给我们，是希望我们乐意可以把这个祝福带出去给所有我旁边的人，周遭的人。你成为那个流通的管道，像是一个运河一样，一直进来一直出去，你越出去它越进来，而它不是像一个水池一样蓄水池蓄水塔，只是都蓄到我这边就停在这个地方，它应该像一个大的水坝，它可以累积，但是它可以大量的供应出去。阿们。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，你可能呢从有开始变得没有的时候，你会活不下去，或者是你本来没有，突然有的时候呢，你会高兴过头，都是不是一件好事。所以他讲都要过去。第十九节来看好吗？十九节说呢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二十二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的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我们先停在这边，等一下再来看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七。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他这边雅各说，你们行到二十二节，不要单单的听到啊，二十二节说你们不要单单的听到，你要行道，不要怎么样子呢？自己欺哄自己。
朋友们，你如果真的是有信心，你不能只有听到没有行道，这是欺骗自己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，不是在于他听懂多少，是在于他真正行出来是多少。他说一个人就像 看镜子一样，你看镜子，为什么人一直要看镜子？因为他不记得自己长什么样子啊，看了一走开就忘了。我要奉主耶稣的名清楚地告诉你，你累积很多的知识，你听了很多属灵的知识，你听了再多都比不上你去把它行出来。很多说我很有信心的，我懂很多的，我们常常认为爱主就是懂很多，累积很多的属灵知识，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听到。我不是说听到不好，但是你听得到之后结果怎么样呢？你听得到然后呢？那又怎么样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很多人懂很多，而且很会辩论，尤其是那些超级会批判，会品头道足，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，对什么事情都有看法，他最懂，没有问题，最懂。有的人呢，所谓的属灵人，对教义懂，而且是精准到一个地步，他一根手指都不动，你就是全部都对，你讲的多精准，你讲的多正统，你到底做了什么啊？圣经里面讲说呢，这叫做什么呢？自己欺哄自己。所谓很多有聪明的人，很会自己说服自己，也就自己欺骗自己，为什么我这样做是 OK 的？神不是人，他会看你最后你所做的事情最后结出什么果子，是和平的果子吗？是仁义的果子吗？是善的果子吗？还是最后带出来的是纷争、嫉妒，结出那坏的果子呢？或者是更糟糕，或者不是更糟糕，一样的糟糕，是完全不结果子。我很正式的讲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千万不要就是你学了很多，任何的聚会，任何你所听得到，你听完这所有一切之后，最后不能带出任何的行动，你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作为的，我都觉得那是枉然的，那都是空的，那都是无用的。 What is the point？ 啊，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希望你听懂的时候是有行动，你听懂之后你到底有什么行动呢？我用最后这几节26、27来做一个结束，跟你讲，这边呢雅各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轻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我再念一遍哦，26节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各位啊，很多人的虔诚是在他的舌头，他超会说，超会讲的。你不如勒住你的舌头，多做一点事吧。27节，他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也就是真实的宗教，英文是这样翻的 True religion， 就是那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。各位，你讲信仰，你讲信心，你讲你的虔诚，你讲你是做了多少的事情，很多都是只有在嘴巴上，是没有任何的行动的。你不如看顾那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各位，你累积了一大堆的财富，做了所有的一切事情，你来教会敬拜赞美，但是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一个是你到底为别人做什么，
还有你自己的行为有改变吗？你有保守你自己不沾染世俗，或者是我们只是讲了一套，讲的都是多么精准正确，多么样子的虔诚，但是我过的生活跟世俗，也就是一般没有神的人，到底有什么两样呢？世人所爱的跟你所爱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我只是要跟你分享从雅各书他说真实的一个智慧，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他帮你看见事情，帮助你的眼光有所不同，以至于当你有知识的时候，你会下正确的判断或做正确的事情，它结出来是一个善果，义的果子。 你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吗？那结出善果跟义果绝对脱离不了认识这位神。我们自己常常认为我们自己的判断是对的，但圣经说我们是有罪的人。在从创世的时候，从亚当他犯了罪之后，我们都是被玷污跟污染的，我们再怎么认为是对的，都是偏的。你知道，你看一个小提琴或是钢琴，如果呢它的音啊是走调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些音乐家他在表演之前一定要先调音校正？因为你不调音校正呢，你就是技术再好，能力再高超，你弹出来的全部都是走音走样的人生啊，因为他没有对正好。各位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开始因为罪的缘故都已经是走音走调，是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运用所有的聪明智慧去弹的时候呢，它的结果都是走样的一个人生。我们人呢，需要不是需要神而已，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他是从根本的要改变我们，重新调音，也就是对焦啊。第一个事情就发现我自己不行，我没有，我缺乏，所以我要向神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跟神讲说我没有，你有。救恩是什么？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救不了我自己。很多人认为我救得了我自己，我要用我的才干，用我的能力，用我的人脉，用我的资源，我救我自己，我是我自己的拯救。不要靠神，不要靠什么鬼神，我靠我自己。你可能太高估你自己了。我们基本的态度就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，我没有，我缺乏，我需要你。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基本上给我们调整正确了之后，我们因为认识他，定睛跟他对焦了，他成为我生命的帮助，我认识了，我再来看待所有的事上，在试炼里，哈哈 OK， 我还是可以喜乐的。我不是说人生要求试炼，但是试炼来的时候不用恐惧，不用害怕。在顺遂没有试炼的时候，我也不要太安逸，我可以选择操练自己，节制自己。就是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，那叫做智慧的人生。我贫穷的时候，哎，不要太自卑啊。为什么呢？谁知道？不多久，你就高升了。对高升的人，你也不要太快乐。你认为世世代代都是安妥的？有人讲说，我这辈子安妥，我的后代都安妥，因为钱都已经预备好了。是吗？真的吗？就看一下历史哦。有时候我们越多的为下一代预备越多，对他们不是祝福，反而是一种咒诅哦。看到很多的下一代，因为知道我已经有这些，他人生变得没有目标，人生没有动力，
更没有任何的一个挑战，他甚至过着一个非常萎靡甚至放弃的一个人生，不晓得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这样是祝福吗？所以卑微的不要太自卑啊，神可以让你高升的，高升的也不要太高兴啊，你有可能就降卑了，因为就像草上的花一下子就不见了。重点是卑微高升，它不是我们的根基，它不是我们的磐石，它都是在外在的，随着环境会改变，只有一个不改变，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阿们。最后你可能就觉得说，那这些都不是我要的，我追求属灵的知识，我追求了爱主。各位，这也是一个陷阱，它也是一个网罗，很多人是借着我知识认识多少，我多会说，我多敬虔，你看我这些的表现，认为他就是真正的敬虔，是爱主的。其实不知道那是一个网罗，那是自欺啊，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任何东西让你最后是没有行动的，你所累积这些是没有行动的，你不能真的帮助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你也不能帮助你自己生命有所改变，它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呢？你可能误会了，你可能误会了，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亲爱的家人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再说一遍，只有回归到这位神，你才能真正得到智慧，这个智慧会决定你过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生。那我们人呢，都是需要救主的。朋友们，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神所派来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帮助我们再一次对焦回到他的面前的话，你人生再怎么样子努力，再怎么样子精打细算，再怎么样认真的去经营，他最后结出来的果子不会是你想要的，是不是？回归到他的面前，借这个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，来认识他，那才是真正的智慧。那对已经接受的，千万不要掉入另外一个陷阱，认为我现在属灵了，我追求了，你追求一大堆的知识，最后带不出任何一个实际的行为，对别人对自己有帮助的。各位，你一定要醒一醒，甚至悔改归到主的面前。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个极深的一个网罗，就是人欺骗自己。所以我想带你祷告啊，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，你还不认识他的，牧师在这边给你一个邀请。我真的认为你今天看到这个信息，它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。有许多人写来就说从来不认识你，这很偶然的机会看见听见生命而改变。朋友们，如果是你，而你从来没有正式的借着祷告邀请这一位救主来拯救我，我们是来给你传好消息的。这个好消息就是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你，来拯救我，我是来给你做见证的，来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你。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祷告邀请过的，这时候我要带你祷告啊。第一个祷告是对还没有认识没有做过这样祷告邀请耶稣进来的，我带你祷告。我们先来做第一个祷告，你还没有接受过的，没有做过这样邀请的，跟着我一起来。然后呢，我鼓励你开口，我祷告一句，我等你一下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，好不好？各位啊，你一定要跨出这一步。我在讲，你知道再多，你听了我再多，你不跟我做这个祷告，那仍旧是只是一个知识，对你没有益的，好不好？预备好跟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爱我，我知道你在我生命当中是有计划的。谢谢主，今天可以听到这样的信息，所以我要邀请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来。我正式邀请这一位耶稣基督救主进到我的生命里。
成为我的救主，成为我生命的主，我也把我的人生交给你，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请你拯救我，带领我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。谢谢你已经赦免我的罪，给我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一个全新的人生。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父啊，孩子要为所有现在线上，无论在哪一个城市，谢谢主，你透过这个信息，这个讯号送到世界各个地方去的时候，我相信现在无论在现场 live， 或者是之后看到这个信息的，主你都要对每一位我的弟兄姐妹、我的家人来说话。主啊，你要对他们说话，人生需要有一个悔改，重新对焦在主你的面前。阿爸父，你一定要赦免我们很多的时候骄傲在你的面前，认为我们什么都知道、什么都懂，只不过是一个小聪明。我们真的需要有智慧。你说缺少智慧、缺乏智慧的向你祷告，你是厚赐给我们的神。阿爸父，我们需要你，你一定要原谅我们的自傲，我要悔改在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再一次的来对我说话，让我因为认识你过一个智慧的人生，生命不再走样，生命不再走掉，生命不再恐惧跟害怕，因为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是有平安，在各式各样的患难里面，我仍旧可以有大喜乐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平安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更是我的全所有。谢谢你垂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